我们接下来的业务是帮船长一起盯着海面，帮忙找其余的踪迹。肚子落水，肚子落水，那就是他在玩水。跳起来了，头朝下就是在追鱼。哦，还得仔细观察状态。接下来一定要死死盯住海，只要能见到其余的踪迹，大概率就能钓上。得好好盯着了，王一博。盯了一下午，都盯睡着了，连个鱼毛都没见到。这个现象逐渐出现了人传人。这个海面没鱼到什么程度呢？塑料瓶子都能看得见，毫无波澜。哎，起风了，这是好兆头。只要环境有点变化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会有点变化。快，拜拜！拜拜！哇哇，起鱼，起鱼！哇，我看看怎么吃的。肚子还疼，肚子还疼。头落水，头落水，头落水，头落水。头吗？头吗？头吗？哇！